近期 SNH48 自制综艺花样妹妹新一期上线，孙振妮、张怡两位萌妹子竟然碰上了黑暗料理。一开始两人毫无默契的打开食盒令人爆笑，然而下一秒就尖叫不已。本来以为盒子里的食物是竹笋冻，张怡尝过之后还说味道像鸡爪，结果两人仔细研究一番后发现竟然是虫子，顿时一脸生无可恋。也太奇怪了吧。喂，恕我直言，它就是一个笋，口虫，不可能。我觉得它像鸡爪。真的很像鸡爪，很像鸡爪的味道。随后两人在街上漫步，一路走走走，吃吃吃，还换上民族服装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，跟当地居民搭话被忽视后自嘲自己的怪姑娘也是十分可爱了。张振妮还自曝小时候不吃虾的奇葩理由，结果现在非常后悔，逗趣十足。